同时可以达到隔离、粉底、遮瑕、腮红、口红，可以。好的。姐妹也很多都是那种懒人型的朋友，他们就介绍我了一个这个叫做三合一的气垫粉饼。它厉害在哪呢？它同时可以达到隔离、粉底、遮瑕、腮红、口红。腮红，它打开之后呢，你会先看到一个粉扑嘛，然后呢开了之后，这个是气垫的部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本人在用的。然后呢，再打开之后，你看可以旋转，好几层呢，哎呦，变成遮瑕跟唇颊两用刷。它是用的一个智慧旋转的双层设计，所以让你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呢完妆。它本来就有防晒系数，所以首先就可以先不用上隔离霜，就可以开始直接上脸。哇塞，天性拍就蛮有哎，蛮亮的，因为它里面有加了这个阿尔卑斯山。它的雪绒花再加上一个光果甘草萃取，然后所以它是可以提升你的亮白度的。它里面其实是用的是清油性的粉体，所以这个粉体可以让你一整天呢不会脱妆，而且呢也不会泛油光。然后再打开，这里就是它的遮瑕跟它的唇颊霜。我来遮一个眼袋，它的质地很水润，我甚至觉得它都可以打亮。所以你把它铺在你的眼睛下面之后啊，这很重要。你看，真的耶，是不是有一种水润感？哦，很快速的再进到唇颊两用的腮红。那我先从脸颊开始点哈。啊，蛮快的，哎，真的。然后嘴巴是煤气色。你侧面好像林志玲哦。给你更多的志玲姐姐，就是一点点唇膏。这以后带老婆出门时间快多了。真的真的耶，哎，好自然，很像是你由内而外透出来的那个粉嫩的气。有啦，它真的蓬起来了。一边林志玲，一边林爱雅。我是张爱雅。张爱雅。重点是带出去玩也蛮好，蛮方便。真的出去玩超方便的。它这个品牌呢，还有它独家的微针科技，它里面呢其实是比你的发丝的千分之一还要小的分子，所以当你在化妆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帮你把所有的精华一起深入肌底，带到你肌肤的底层，然后你就是边化妆的时候边保养，而且还会超快速，一个明亮跟一个自然色。通常都会觉得说有遮瑕力的就会很不水润，可是它的那个保养的成分就是完全深入之后，你补完你会觉得你一整天都是水水，是，而且也不会出油。你看我有一个痘痘，对，然后，哇，哇塞，现在完全看不出来，不见了。我不见了，对不起。哎，你现在这样看，你那个腮红颜色真好看，好自然啊，也推荐哦。